是今年夏天最值得期待的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惊喜，有笑点，有正能量，有神仙舞台。六月两个大型晚会接踵而至，一 B 站夏日毕业歌会，哔哩哔哩夏日毕业歌会2022将于六月十六号晚7点举行。周深作为歌手应邀参加，这是他再次参加这一歌会。哔哩哔哩已经打造出多个高水准的 IP 活动，比如跨年晚会、毕业歌会。去年周深在2021毕业歌会上连续演唱 Try Everything、 来不及勇敢、遇见三首歌曲，其中还用到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，将毕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好，我是周深，然后刚才给大家唱了一首 Try Everything， 因为大家要毕业了嘛，然后很多时候都会问哎呀会怎么怎么样啊，但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要敢于试错，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去 try 一下，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 Try Everything。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自己的一首歌，叫做来不及勇敢。很多人回忆到青春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事情很后悔，那个事情为什么当时没有来得及做，希望大家以后都不会再有任何来不及勇敢的事情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继续会勇敢，看这一生太短暂，我愿意用所有去交换，换为时还不晚，换余生不孤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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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津卫视618闪耀之夜，天津市建成618年，特举办一场618闪耀之夜，以展现天津的深厚底蕴和美好未来。这场晚会将于6月18号晚7点半拉开大幕，周深也将在这场熠熠生辉的晚会场献唱。这场晚会规模很不小，除了周深之外，还有胡彦斌、萧敬腾、汪苏泷、杨坤、张碧晨、盖、周岩等实力歌手参加，晚会现场注定精彩无比。周深，稍微让我点你。别让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泄落的伤像泪水流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泄落的伤像泪水。周深刚参加完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，留下了多首既好听又火热的歌曲，而他参加的两档综艺《奔跑吧十》《开始推理吧》也正在火热播出，这周又能看到他相继参加两场大型晚会，相信大家又可以大饱耳福了。有人说《奔跑吧》有了周深和白鹿的出现，让《奔跑吧》从一个竞技节目变成了一个搞笑节目。我还挺对不起深深的，所以我选蔡徐坤。谁能想到长相甜美的白鹿和看起来斯文的周深竟是妥妥的喜剧人呢？点啊点啊，你快点吧，他们要来啦。如果我死了一定是因为这电脑太慢了。我们都在元宇宙还用这么慢的电脑吗？或许很多人对周深的印象仅限于他的天籁之音，
大家只知道那个拥有神仙嗓音的少年郎，凭借他那空灵婉转的歌声惊艳了整个乐坛，不仅为各大动画影视剧献唱，同时也是各大晚会相争邀请的宠儿。但却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少年郎不仅歌声绝，综艺感更是没得说。从青春环游记到王牌对王牌，他总能通过幽默风趣的综艺感让人捧腹大笑。当然在奔跑吧中也不例外，当所有兄弟团成员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偶像人设时，周深却在疯狂地输出表情包。可以说周深完全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，翻白眼、吐舌头、扮鬼脸，说来就来，完全不带怕的。不仅如此，只要是玩淘汰类型的游戏，无论是记花名还是抢凳子，再或是撕名牌等，他总是第一个被淘汰的，以至于每次游戏一开始对他来说就约等于结束。这个游戏又累又快又短，这个游戏好像开始了，好像很激烈，但好像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经典的还是周深和白鹿上演的那场现实版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当周深以为自己要迎来高光时刻时，却不曾想被白鹿搞成了大型打脸现场。可以说白鹿和周深承包了本季奔跑吧最大的笑点，你们说呢？